下喊吉祥如意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讲哈。好，那首先我们一边要观想，那么这个剪彩的时候，我们要观想我们的所有的不好的啊，就是变成光明啊，尤其我们的烦恼障、所知障啊，这些所有，那么这个就如同像个剪刀，平常那个智慧剑一样，就斩掉我们的84000个烦恼，所以让我们清净自在啊，所以这个安乐自在啊，所以那么这个很重要的啊，那么也同时啊，帮每一个众生啊，剪掉所有烦恼啊，包括整个台湾的这些这个所有的障碍，包括全世界的所有有生命的啊，所以希望他们都能得到清净的安乐啊，所以现在我们一边喊吉祥如意的时候，我们剪下去就观想整个放大光明。佛光普照啊，所以这个跟一般的剪彩不一样的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练，来，吉祥如意，请剪彩。好，谢谢，吉祥如意，谢谢各位善心大德。好，我们有现场录影啊，各位可以当彩球挥手一下，记得把它录下来哦，吉祥如意，我们一起再大喊一次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吉祥如意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大侯伯的加持，还有各位贵宾的支持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贵宾入座，开始进行我们的福智词。